对，就这么多个分类，有很多。那对对对，这对于 Pebble 他们来说很头痛，因为没有人有这么多分类，我造成很多他们的困难。那我已经有405万的点阅率，我做了3000多篇。那我是从2007年就加入。以上是我的报告。